大家好，我是在德国生活与工作的玛雅。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 Giardina 这款月季。 Giardina 不是网红月季，是我大概三年前凭着眼缘入手的一款月季，主要是被它美丽的花色与花型吸引，几年下来惊喜多多，很多最初不知道的优点逐渐显露，可以说它是我月季入坑以来的一个小惊喜。 Giardina 的外衣是具有质感不易散落的极淡的粉白色，越向中心粉色越加深，花苞为多头并为瘦桃状，非常可人。簇簇花苞初放时，浅绿色的花萼与粉白色稍带波浪形的外花苞组合在一起，使其有一种浪漫复古的美感。花朵内部初开时是层次感很强的重瓣漩涡，越开到最后漩涡逐渐消失，露出鹅黄色的花心及由橙黄转为褐色的花样，好似又换了一张花面。花朵大小在五到十厘米之间，第二波花仅有第一波花的一半大小，多季开花，花期在六到十月之间。Giardina 是藤本月季，生长高度可以达到三米五的程度，看个人对它高度的控制意愿，可以自行修剪。我保留的 Giardina 的一根主干条，比较粗壮的部分呢，能达到1.5到2厘米直径，所以我没有用花墙或者是花柱来做固定，而是用了它自己这根粗壮的枝条做了脊柱，直接做了花拱。因为这支主干极其结实，并且 Giardina 是在主干之上的二级三级枝条以上开花，而且二级三级枝条较短，而且排列整齐，很像是鱼胸刺。我看到了它的这个特点，所以用了它的一级枝干做了五行的拱门，但是在二级分支及花朵过多的情况下，要避免脊柱的塌陷，所以在花底中间要用简单的支撑物来支撑一下，并且为了避免其倒伏，要将主干固定好，旁边可以使用一个支撑物。我使用了一个可以插入地下大概30厘米的很瘦的支撑柱，专门用来固定花梗，可以说既省钱又美观，又低矮又好修剪。虫害偶尔会有一些，很好控制，打药的次数也并不多，真菌类难治疗的病害印象中并没有得过，看叶片就知道这是一款很健康的藤本。它的抗寒性抗暑性在德国北部这个地方极其不错，香气很轻，不凑近几乎闻不到，对于爱香的花也算是一个短处吧。全阳或者是半阴种植都可以，是一款德国坦桃2018年发布的一款很优秀的月季，很低调，但在我心中的综合排名很高，除了不香以外什么都好。如果您喜欢我的分享，请您点赞加收藏加关注，谢谢。